把手机去买一个。没得我管。你说哪样？看到在你咕嘟咕嘟啊？把手机买给了吗？你见到我吗？哭啊！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宗明。王宗明。家里都是种田或者是做工。哦哦、你怎么会想做这个？这条路。就之前，我之前是做环保团体、哦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，抗争不是办法呀，哦、一直在那里抗议抗议。对啊，对啊。够吗？不够啊，人家都是几千万。对呗。我们大概现在150万在跑。嗯。算是少齁，嗯，印个那个，对啊，印个文宣什么的，对啊。去问个毕业个啊说，那都75公斤，啊，唔好加上阮某身材，都袂歹，啊，有较大块行袂入来，磕条的。啊，厝用到蛮稳定啊。啊，这台的。哦，对讲机防盗的。我们带。对啊，我们窗户都有石头，如果有人闯进来，这里会响的。衣橱更加低安全带，对吧？啊，没有了，以防万一。啊，肯定的，对吧？啊，不过这太。啊，当初你们建筑个太远了，啊，我用啥子快看？你要卖偌济？1300啦。千二啦。千二我来做台底，好不好？嘿，我已经减50万嘞。50万？无啦，你这离岸重伤伤过啊！我早起直接运动，我无想要钓鱼啊。我们这边航空城旁边就 A21，还有大卖场。政府讲的话你要信？大卖场要讲几年啊？谈工程光推你啊！Thank you.